大家好，我是喵总必须上。视频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不知为何，他只会数一和二，从来不知道下面一个数字是啥。一天他做视频，有人三连了，他这时候奇迹般的脱口数道一二三。但奇怪的是，没人敢他三连，他就无法再数出这个神秘的数字了。作为一个好友，我表示非常同情。这里偷偷告诉大家，那个给他三连的人就是 UP， 但 UP 的币用完了，只有攒够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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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来。别担心，你们的币我一定会转投给那位寄信的朋友的，大家踊跃几连呀。喵的，我也被传染了。知道那个神秘数字的同学一定请弹幕提醒我下哦，您的慷慨将会帮助一位自闭的朋友重新学会数数。好了，回到视频的正题，游戏设计师的目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当然是游戏设计哦，让更多玩家喜欢并记住自己的作品，那可以说是除了销量外最大的褒奖了。刚刚提到的那位寄信男子也因此而被大家和 UP 写梗催更，但不少制作者还停留在以自己的直觉驱动去制作游戏。我们之前谈过游戏如何通过艺术手法来指导设计，艺术手法更像武侠小说中的内功心法，能让游戏设计招式更具威力，但也别让其限制了手脚，光靠蛮力也是蛮可怕的，只是容易全不达意，难免效率低下。只要记住游戏的本质还是游玩乐趣，找准要做的核心体验是什么。所以吧，若只是简单跟随设计者自己的直觉去瞎搞，必定会迷失在各种巧妙的游戏结构和奇思妙想的机制中。虽有爆款也多是主播玩家带带节奏玩出了意想不到的嗨点，虽说运气也可以说是实力的一部分吧，但是抱着赌徒的心理做游戏真的容易走火入魔。大多看似光鲜的游戏，要么有 AP 加持，要么砸钱炒作，失败或入不敷出的也都一抓一大把不谈了。所以将单纯的体验从游戏中分离是非常必要的，明确去设计你对玩家最终能获得体验的想象，并清楚哪一部分机制或内容满足了这种体验，在开发过程中能更好地分清设计元素的轻重程度，哪些是核心体验必须坚持其完整性甚至加大力度，哪些是调味元素能够修改或直接舍弃。只是一味堆叠玩法和机制的游戏，就如同一个弗兰肯斯坦缝合怪一般孤独，无法寻找同类进行沟通来寻求共鸣。谈到孤独，这篇我们从感情体验出发，围绕这个体验讲一讲情感体验的设计案例。很多游戏设计教程或书籍多从游戏机制开始，这里更偏向于从自己内心渴望去找准最终体验。游戏机制虽说也是游戏设计魔法师必须掌控的四元素之一，也能决定游戏一半的成败，限于篇幅后续再谈吧。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找准要给予玩家何种体验，以此来指导方向，方能准确创造出或组合出更能表达作品本质体验的机制来。那么游戏体验为何要从情感体验开始呢？人对画面记忆自觉非常优秀，但回忆起来只有某些情绪变动幅度大的事情容易想起来，对一般事情的记忆甚至连嗅觉味觉记忆都还比不上。不信你可以试试回忆起吃过的某个美食，感觉是不是记忆犹新啊？回忆某个悲伤快乐失落时刻的感觉也浑如昨日。很多时候千言万语不如一句真情流露的问候或动作能让人回忆起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可能忘掉你的言语，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对你的感受，调动了情感自然而然就能铭记那种感觉，这就是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人之常情，多愁善感嘛。那为何玩家不选择电影带来的流畅性享受呢，而要花费精力去挑战甚至还有点自虐的游戏？那就是游戏能带来的独有的体验魅力了，选择感、自由感、责任感、成就感以及友情等，无一不是通过电影或其他方式很难获取的体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成功游戏的案例，巫师系列，学下这个从麦片起家被玩家戏称为波兰蠢驴的工作室是怎么去做情感体验设计的吧。当巫师三中昆特牌梗被玩家们口口相传之时，一个游戏非主流开发区域波兰和猎魔人的故事被大家所熟知，利维亚的杰洛特被称为白狼的一名猎魔人让人印象深刻，其角色塑造说是悲剧英雄路线，更偏反英雄一点，就像杰洛特常说的一句对白一样，这个世界不需要英雄，需要专家。
一出生被遗弃，通过青草试炼，成为了一个不那么讨世人喜欢的猎魔人。说是英雄，更像一个佣兵，拿钱办事，经常意气用事。但这些设定确实赋予了他更多的血肉，残缺又真实。其经历和性格的特殊，也让故事在演绎时更具爆发力。想起当年初代游戏还没发行时，在弹幕上看到巫师一评测后的期待，随后系统相较于传统 CRPG 更精简，武器也就背上的钢剑、银剑及副武器，五个法印加略显简陋的炼金系统，搭好了作为一个猎魔人的戏台。不管这些设定是对原著小说的尊重，还是起初经费预算不足，更多的资源给了剧本和 NPC 交互的游戏体验上。回头看这套简练的 RPG 系统，反倒成了游戏设计出彩的地方，沿用和加强到了最近一个续作《巫师三》上。那么巫师系列的核心体验是什么呢？用几个词归纳就是奇幻、黑暗、血腥、阴谋、人性、战斗、幽默，相互交织构成了巫师游戏系列的游戏体验的几个侧重点。这些词都归纳于某种情景体验或感觉体验的描述，也是游戏整个开发周期中一直要不断反问和思考的关键词。不管是背景故事设定还是剧情叙事以及美术风格，都在尽量保持体验一致，游戏机制、程序系统等也都围绕着这几个词义感觉来设计制作。虽然这是游戏成功后的反推，但是对于体验的设计，能通过事先构思出明确需求体验和情景的关键词来指导，可以让整个游戏开发都为这些体验去努力，而减少明显拼凑的违和感，最终游戏体验如丝般顺畅。下面我们仔细分析和学习下设计师是怎么把这些感觉和谐的融为一体的，最后呈现给玩家深度的情感体验。对于只玩过巫师三的朋友，就说杰洛特是女术士打桩机的同学还是太年轻了，依稀记得当时巫师一里面能攻略至少25位妹子，还有巫师二中 Triss 还上过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和虚拟妹子谈情说爱可能也是很多人痴迷 Gato Game 的原因了吧。说回正题，当然经历了两座多年积累，巫师三狂烈逐渐登峰造极，让其剧情塑造成熟度能带给玩家的情感代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老滚这种第一人称 LPG 更注重以自我为中心的反馈刺激，巫师叙事是以第三人称方式去讲述的，主观上给人感觉会没有第一人称代入感强。但像之前艺术表达手法说过的，游戏很难完全模拟现实，玩家主观上不可能完全认可游戏里扮演的角色的。 PC 游戏的选择有限，这也是桌游现今也依然流行的原因呢。 PC 游戏的第一人称带来的更多的视觉刺激和自我释放的体验，对于剧情叙事中的情感和故事线选择，游戏过程中容易产生和现实世界中的自我认知的割裂，很难产生共鸣感和同情感。当给第一人称角色演绎剧情的时候，也会让一些非常戏剧化深刻的剧情演绎起来，会因为这种虚拟和自我无法统一感受的叙事缺陷破坏气氛。第三人称叙事的巫师系列，玩家是一个观众角度去体验的，杰洛特有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以及宿命摆在其面前，玩家在帮杰洛特进行每个选择的时候，其选择后带来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会更容易带入杰洛特的情感设定去思考。特别是巫师三中玩家做出的每个选择，其导向的故事剧情可能南辕北辙，一旦 bad ending 会让玩家也同样和杰洛特一样深陷其中，所以每个选择反而会因为紧张也越容易带入玩家自己的情感。这里不得不提其战斗和养成系统为游戏剧情体验服务的一致性，也是前面说到的所有游戏机制都尽量围绕核心体验去设计，如同侦探小说一般的任务机制带动玩家会像杰洛特一样去思考如何去狩猎魔物，动手动脑的同时映射了杰洛特的内心情感，让剧情节奏和玩家控制的角色尽量统一认知和行为。记得有一关在下水道狩猎的任务，起初好像只有一些人被抓伤和死掉之类的线索，来到地牢中逐步观察发掘环境中的蛛丝马迹，初步判断是一个吸血生物或者食人魔之类的怪物，后来场景中各种暗示可能面对的是一个高阶吸血鬼，从而战斗开始之前就可以预先涂抹吸血鬼油和准备应对的法印，每一场战斗都围绕着猎魔人的狩猎守则去展开，再通过这种沉浸十足的机制去推进游戏的剧情体验。所以游戏的机制和系统一定是围绕着最终体验去设计，至少在脑洞大开关不起来的时候能保持游戏的核心体验制作的明确目的，不至于最后南辕北辙做出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来，只有自己爽到最后还责怪玩家不理解游戏。是有些游戏确实小众或是被埋没，
但首先，游戏设计不是一门纯粹的艺术，需要的是求同存异，方能表达清制作者的本意。这就得从最基本以及最核心的如何设计情感体验开始，也是最简单但是又最难做好的触动玩家内心的技巧。这里先粗略谈了一下巫师三中如何围绕这些做设计的，下面我们会更进一步详细解读巫师三中怎么设计这些让人欲罢不能的情感体验故事的，让玩家在故事中和杰洛特融二为一，然后导致选择困难症发作的。大家还玩过什么游戏里的角色或剧情体验带来情感体验一级棒，产生共鸣且感触良多的，可以在视频下面讨论哦。我是妙爪必须上，喜欢游戏的开发设计、美术、图形、程序方面的视频的，点个关注呗。加入特别关注会收到我视频的第一时间更新哦。求点赞，求一键三连，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哦。For the witcher, brave and bold, paid in coin of gold. He'll chop and slice you gut and dice you eat you up whole. Eat you whole.